弄了要没得。那么看电话。信号不好，大山高的啊，山林边高的。嗯。啊。那晚上出去玩去了没？昨天晚上没有回你嘛，今天早上我们多少人来就开挖了噻，然后还是在群里也到我家，你看我老汉儿们都在挖，好吗？嗯，还可以，但是今年的话，锅头啊稍微的小点，但是小不好多。普遍都还是反正还是可以。你看嘛，哎呀，你看嘛，地下冤啊，红烧过，你看嘛，打我的还是多啊，你样子的。钱都钱了。哦，你看这些，安逸不？安逸个。安逸。嗯，小小锅的话就是一两左右点儿，可以。想吃，想到去年是天麻的味道。我马上我就给你接。我就准备马上给你接单嘞。我想接，今天爸爸专门打电话催妈你回去了，说这儿喂不起了，喊他回家再煮去了。然后你那么忙完了，我就是忙得差不多就回来帮忙。哦，意思是也想回去了呀？嗯。要得嘛，那我，那我回来我给你带点回来就可以了，我就不急了。啊。我们要忙去了，今天来才挖到几十斤的。要得，你们辛苦了，慢慢挖了。把给我烧到洗澡水，不洗澡了。要得洗澡啊？好嘛。注意点点，真心的事。嗯，好，干活干活我呀。哎呦，好得很喽！哎呀，那，你看，哎呦，你要我凳子好。哎呀，凳子大。哎呀，哥们，我还收了锄头啊，你还想着是个抠？你拿锄头挖，你以为家红烧锅？哦，开动的话，我说。不要挖烂，我输得挖要不得。哎呀，又大哥！喂，拿到。又大哥，轻轻儿丢，轻轻儿丢。哎呦，那丢嘞，带着不行的，要轻轻儿的。所以说你要还拿锄头挖咋得行啊？锄头。你来抠一刀。看到抠过。你都注意到这儿。哦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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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杯都满了。我来杯忘了挖。我背，我背。我来。你背不动啊？你背不动？背得动，吃点我们今天三步你就习惯了。不，那里有两步路，那么好走，好走的，其他的都好走。那么我来拿锄头啊。好。哎呀，你们都是背负天嘛，所以你们到这儿去有点难哦。哎，确实辛苦，这个路，哎呀，不好，深山老林哟。那么高的大山又还要背嘞，那么多工具还要背，背都背个干。路也不好，这会儿东西要轻嘛，轻到坏嘛子嘞。嗯，哎，这是你拿个板子，我切到。要得啊，这大锅点的煎大锅点，小锅点的煎小锅点的。啊，规格分好，规格分。哦，就是。这那块儿就是我们打板的仓库哈，这个又是仓库，就是我们打板的地方。这里是我。打包台，打包的台台儿，然后这两个也是我临时直播用的地方哈，有时候可能会在这两个直播。我们从山上弄回来以后，然后就在这边来选货，选货把不要的那选了，严格控制嘛，把质量控制好一点点。这个天嘛，我们去年子就开始做了，但是今年子我还想把品质控制控制的稍微更好一点点嘛。我现在把这一堆儿来选好，爸爸你饿不饿？你说我把今天吃了天米线了，吃天米线了。吃米线不好吃的、啊，好吃嘛，要饭都吃了。今晚上吃炒饭要不？要得，要得，我选了就去吃哈。哦，要得。